先把这网给它抖好抖碎，把这网头先给它拿好。像风大了，把这个这网撒下去的话会变形啊，这网。先把这网拿在桌上面给它提起来。等一下，网要给它抖好抖碎啊。大家喜欢抓鱼撒网的点个赞呗，点点关注啊。拿好一段对折，提起来，看看这来网上不上，把盘子要抖好抖碎先。快速一把给它抓住了，再抓住了我。在这方向，今天这风真的好大，这风。在这里，哦，别摔下去了，走你。来看这网，看看还有没有上来啊？给它沉底，到底你可以收了。你看你的绳子不动，就说明这到底两指网也下水快了。这网好像又有，哇，有个大的很。这网有个大的，双击点个赞呗。有个半斤以上的，最少半斤，最少半斤以上的。哇，去这网。两个，哇呼！你看，两三个大的，看没有？都是鲤鱼啊，好家伙！